院今仔日召开院会，邀请到行政院长陈建仁施政报告。国民党团要求要先做实案的专案报告，所以占领着发言台背甲抗议。啊，那民进党这边嘛是输人唔输阵，批评国民党作秀。那日双方就安尼对呛39分钟。国会开议的头一天，议场真闹热，那日互相的对呛。在新建的国会，今天第一次在这里，国民党继续针对实案的问题的话，民进党就算无卖句嘛，不敢使用。在前面，结果民进党喝了1000多杯的酒。像讲，哎，卢秀燕出来面对，为了涉案的问题，大家伫冤。院长韩国瑜出来话讲，休困10分钟，想袂到。休息10分钟，谢谢。早起10:33，韩国瑜直接离开，不过现场也未煞，更加引起两个女性的震惊。徐开心从进前化身南洋女战神，本来要进行市政报告的笔顺，原规波双方拢无要让步。后来因为韩国瑜中会议场，伊完后陈建仁上台讲话。我要特别恭喜全体的委员，肩负起人民的托付。昨进入协商，民众党化工爱加开议会，请陈建仁出席笔顺，和拿力拍枪。不过透早南洋的东边报群机接受访问时，态度完全无同。本党基于都是在野党，我们支持民众党，所以好，同样案子我们就支持民众党啊，本党予以撤案。最后决议由民众党召集协商，再过由院长决定协商的时间。国会开议头一天，那立八党团抢声量、抢版面，步数真顶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